被别人抓住了哈，第一次应该怎么做？好，来个示范动作。好，当他抓住你头发，用这个右手去按住他的手，啊，按住他的手之后，用这个左手啊，上左部的头皮拖他那个肘关节，拖的同时往下压，好，上抬下压，上抬。好，在搏击中，我们肘法可以做组合动作。好，先左肘，好，右上肘肘，再右下砍肘啊，转身左肘。如果是前面的三个肘法都打不到的话，就用最后一个转身肘肘，好，肘快，啪啪啪，就可以了啊。